来玩这款在洛夫进行封测的重构阿塔提斯，这游戏啊很悬呐，太悬了。3年前我就玩过，还在封测，3年后的现在还是在封测啊，是为什么？是资金链有断还是怎么样？打磨如何啊？这很好奇因为这款是类似像 MOBA 类型的啦，敌方的尖塔，把塔破了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毕竟经过3年了哦。这就忘记了，我是看我那个副频道那边好像还有它的库存。好啦，点击减速。木板游戏的话，基本上也不用特别去学了，这边可以跳出新手教程吗？小兵先进去 ，OK。我们先点塔好了。敌人都很弱一开始都是这样啊，给你体验啊。大招是什么？指向技能啊，有没有小兵啊？来，我等你来啊。唰！品质貌似还行。那个英雄被我打爆以后就消失了。好了，教程应该结束了吧？这是什么？还是教程吗？第一件我们要用什么？加攻击力。第二件加攻速，好不好？鞋子应该就不用了。你知道为什么鞋子不用啊？跑靴啊，针对打玩家的时候你这样跑靴吧。现在不用啊，这种的赶快把它结束掉，全部拉输出就对了。都怎么还在教啊？我又拿到一位角色这个是近战啊。近战，近战滚起来有点花时间总算进来匹配了是不是？总算要匹配了。有那么多只角色啊。物理伤害拿镰刀的啊。然后这是备战。一模一样啊，有没有瞬移？瞬移，瞬移是这个吗？对啊，改叫瞬移。我可以选别字吗？很无聊其实啊，像这种 MOBA 游戏啊，已经变成腾讯一家独大了。你要做超越它的游戏很难的哦。给我中路啊！你们是 AI 吗？是 AI 的话就给我中路啊，好像不是先吃你一下兵好了，吃完兵我再上去，来啊，来分一下，我加速，加速现在挺好用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别跑，打残你耶！那是减速键了。去他们也去看一下好了。他们打野没有来那这个我要吃了我有瞬移对，我有瞬移，那我就不用怕你了，我有瞬移耶，那我卡在这里。你有人来的时候就顺走。没有人来。我大招是伤害靠边，我按错啦，我没大招啦，没大招的撤，我不觉得你打赢我怎么可能打赢我？你也都被我吃了，你怎么可能打赢我？
嘞嘞嘞嘞嘞！哦，这边可以跳诶，有一些技术性哦。哦，它是旋转的，它大招好猛哦，这只猛猛的啊、哦！引怪啊！还可以这样绕跑诶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不过他大招好烂哦、喔，这大招什么、啊？88物理伤害，没感觉诶、欸。刚刚我想说可以把他杀掉的诶、欸。啊，他没有补兵推塔剑，刚忘了调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火甲之类的？有没有火甲之类的？哇，这个还要看了，太麻烦了。来看一下有没有火甲。越打越肉，这好像还不错、啊。越打越肉，好不好？想跑、哦？我直接塔杀你了啦，不让你跑了啦。哼哼，有没有火甲？我还是要想要找一下火甲。治疗效果。魔方简谐智能失去响应。起来就是一般般了、啊，我的操纵性也是蛮普通的，说这个要打赢王者荣耀，我看有点困难嘞。那这影片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